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今天传召交通部前部长拿督斯里魏家强出席听证会，为新冠疫情管理弊案供证。魏家强说，他回答了所有公账会提出的问题，而公账会主席马斯对他的答案感到满意。Saya cuma nak beritahu pada semua, saya berpuas hati kerana itulah rumusan yang telah dibuat oleh pihak pengerusi PAC tadi, dan saya rasa cadangan saya juga saya telah kemukakan untuk kita memperbaiki prosedur.整个录供过程长达50分钟。魏家强说，当时身为交通部长的他，责任是把已经订购的口罩、呼吸辅助器、加护病房的病床安全的运回国。他一再强调，这起事件涉及卫生部，但是在运输方面关系到交通部，所以他是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召问话。为了表示遵照下议院议会常规，魏家强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